很甜呢，很甜，对，太甜吗？甜点不甜，吃什么甜点呢？懂不懂啊？凭什么不懂吃？怎么样，好吃吗？我平常都不吃这种东西的，有一点点小失望。加油啊！本来期待的是可以吃到台湾味的东西。他其实是有加入我们台湾的味道。对对，所以我没有在针对你了。他们是懂吃的吗？